树神，你看是这个大的海豚比较可爱，还是这个小的海豚比较可爱？随便吧。我觉得还是小的可爱，女生都喜欢这种胖宝宝，可爱吧？那边还有好多不一样的，我带你去看看啊。咱们原来定的计划呢，一会儿是去爬山，但是现在时间有点耽搁了。咱们要是想在天黑之前赶回来的话，估计需要爬的速度快一点，就不能慢慢悠悠的当旅游来爬了。那有索道吗？这个点儿没有了，通勤车都没有了。那我不去了，我有点爬不动了。我也有点累了，我先回酒店了。那正好，刚才我跟阿丹看见有租鱼竿的，我们俩钓鱼去了啊。哟，那这样爬山剩几个人了？我想去爬山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那我也去。待会儿爬山，你可要给我跟樊景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。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我脚扭了。还好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在这儿等我们，我们从山上下来之后再过来找你。可是人家好不容易爬上来，也想看看山顶。要不就回去吧，反正哪里的山顶都一样，日落也没什么不同。我背你上去吧。真的呀？慢点，跟上呀。休息。在这坐一下。这次可能注定看不到日落。算了，可能就是看不到。我是做错了什么吗？子瑜，子瑜，快过来帮我拍张照。
我自己来吧。好了好了，琪琪，我背你吧。不用不用，来吧，我背你，上来。不用。我来吧。上来。慢点。制造机会。跟上呀。还疼吗？疼死了。那我让阿丹送你去医院吧。不用不用，我涂点红花油就没事。行吧，累死我了。你跟我出来一趟，给他买红花油。嗯。这么小一只，怎么那么沉呢？樊总，你没事吧？叫我什么？罚款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明明之前好好的。没有啊，你想多了吧。樊总怎么没来啊？樊总昨天累死了，腰子都要折了。不是你们到底把他怎么着了？爬山的时候琪琪脚崴了，樊总把他背下来的。那琪琪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刚才给他买了红花油，我帮他揉了揉，已经去淤血了，明天应该就能走路，放心吧。哎，这个樊总他不会是从半山腰背的吧？山顶。山顶。哎呦。樊总，一个真正的勇士，都快成烈士了。可怜的樊总受这么大罪，也不知道吃饭没有呢。哎，酒店的饭吃来吃去就那样，樊总现在应该是什么都吃不下了吧？还说没躲着我、啊，你不是不舒服吗？你怎么还到处乱跑啊？送你呢。陪我吃点吧。你是做攻略了吗？为什么你买的东西总那么好吃啊？哦，我就是在夜市找的那种排队最长的地方买的。明明就是很关心我。我还是先回去了。哎，哎呦，我手臂疼，咬一下。